来，我们呢要送这个鲜奶一罐哦，这个很好喝，这个五天哦喝完非常好喝，大家都可以去买，好不好？哦，回去加热也很好喝哦。然后呢，再送这个馒头一包哦，不错吃，他们有加香精哦，好吃。但要送这个最特殊叫什么呢？鲜奶麻吉，这种麻吉不是一般的米做，它是鲜奶做的，它非常好吃，入口即化。不需要你的牙齿，你牙齿是多的，知道吗？哦，一做好吃啊，一做嫩的，哦，一冰冰凉凉就是嫩的，因为是鲜奶者的。哦，台湾这我们在做，很特别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呢，很特别，很好吃的三样东西，对不对？鲜奶啊，哦，馒头，还有特别鲜奶麻吉，这三样呢，我们只有送给一位小朋友。那这位小朋友出来做什么呢？很简单哦，不是挤牛奶，就用嘴巴接捏捏。我只要大半以下的哦，一位哦，有没有？三样礼物都送给你哦，自己走出来，赶快哦，好，就你的那个口罩帮拿下来一下哦，来，对，来，好棒，对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来，来哦，来，这些礼物全部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耶，来，来，你们大家忘记做什么了？把掌声归归。非常厉害啊，有没有？来，待会用嘴巴接捏捏哦，所以嘴巴张大来，张大啊，来啊，哇，好厉害啊！好，嘴巴闭起来，好哦。你内底无金刚闪闪的哈？哦，顶一礼拜我喺内底偷背高机哦，你无看见哦，你做起来。来，这个很礼，这个礼物送给你哦，所以大家用嘴巴接哦，好不好？好哦。你上学了吗？你是小班还是中班？你大班是吗？啊，你还给林姑林站站啊？好，来来来，等我一下哦，来。来啊，来来哦，我们要用嘴巴接，来，我们站上去了，站上去，站上去哦，来。然后呢，蹲下来，你蹲下就好了，两只手放在这边哦，不要动哦，来，你放在这里，对，站着，蹲着，蹲。哦，来来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鼓励，很厉害，然后嘴巴接来，嘴巴打开啊啊，眼睛闭着，眼睛闭着，嘴巴打开对哦，来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，你要靠近，嘴巴打开，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对，啊，再来啊，啊你，来等一下，你要靠近一点，我技术很差，啊，再来，哇。等我一下哦，来，礼物送给你，谢谢，拿好。